鹿港在地木雕创作艺术家黄山英哦，真喜欢兰花坚强美丽生命力。受到这文化局的邀请，即马是伫个这彰化县美术家节立展来展出一系列的兰花雕刻。透过镜头，赶紧来去欣赏。精彩的鹿港从朴实的插头变成精致的艺术创作，有传统的形象，也有大自然的动物。上受到瞩目的就是兰花，这嘛是黄山英老师特别为这届彰化县美术家节立展所来准备的系列创作。先我来用兰花做出主题呢，因为较早开始咧找的时阵，我搬厝搬来搬去，我有经过兰花，有发现到伊的生命力真足强啊。我日本一个朋友回来吼，又看到我伫咧创作的时阵吼，伊讲你干呐做兰花吼，伤过单调，一定得爱搭配主题着了。我则到尾阵用搭配着迄个小木，两个对比吼，啊，就开始上比赛，就开始得奖安尼。老师讲，工艺家拢真袂晓讲话，家己嘛共款，接受木雕四十多年，得到袂少的肯定。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以兰花为主，用上完整的方式呈现木材本身的特性，经由艺术创作和木雕兰花比真正的花加几分的窈窕。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